很难选择的这个。好，最后倒计时五秒，五、四、三、二。哎，喂！你们要吗？在想，如果锁了，你就用完了嘛，你就不能再锁别人了嘛。二，那一，我要用。你怎么那么快就要啊？每个队长只有一张卡吗？难道他不想要再看看后面都有一些谁吗？可能他第一次来到这个赛制嘛，可能不了解节目组的套路，可能他被套路了吧。那你告诉我你要锁定的是。锁定选择是 Popping C。 哦，他锁定的是 Popping C， 不是阿片上吗？你要是不是那个日本？那他是我的老师，但是我想选的是另外一个。哦，他就是说表达自己的尊重，哎，老师你好，但是我想找兄弟跟我一起往前面冲的感觉。王一博队长来进行选择。阿基桑，yes， 张艺兴队长抽的就是石头老师，石头，小海，我这好不像你啊，小海，好可爱哟。当我看到是每个舞者做出来的一个小手办的时候，觉得节目组这个想法非常好。下一组。他们都是因为我们上一季的一个学员才认识到我们这个节目。哦，他们都来自法国。哦，首先就是我们的布布啊，大家在上一季已经看过他精彩表现，我相信不用再多说他到底有多强了。新生代的可以说是战神，我们的 Zico。 Zico 是 Hip-Hop 空间形态大师，出神入化的几何空间头号玩家。 Rashka 有一个比赛叫做 Future Concept， 在那个比赛拿冠军的人一定是绝对的全能。 Anisha 他是我刚才说的那一个 Future Concept 比赛两年的裁判。哇，我以为裁判都来了。四位队长是否要使用锁定卡呢？ Harry 队长你没有锁定卡了。对，很想锁定。有没有人要使用勇闯指定特权？三二一，一博队长，来一博，布布 ，Because a lot of good dancers this year, so I was thinking maybe we'll thinking twice before choose someone.After last year, last season, we still lacking the good connection with me and him. 韩庚队长，哎呀，就这三个，怎么还瘸了呢？这是。Zico。Anissa， 卡卡。接下来这组是个双人组组合，哦，他们是杨文涛和 Cici。杨文涛和 Cici， 2019 HHI 世界街舞锦标赛三人小旗舞中国赛区冠军，两人还贡献了《这就是街舞》第三季口碑爆棚的双人舞作品《喜》。
还有来自日本的 Kilo 和 Uwa， 是一对师徒组合。Kilo 是以 popping 和 swag 风格为主的日本吃将级编舞师， Uwa 则是舞蹈风格多变的超强新生代少女。还有 Hating Bush。Cutie and Bush 日本 Dance Delight 2004年度总冠军，活跃在30多个国家的一线舞蹈组合，被公认为 locking 界的传奇。最后一组是我们的 Gogo Brothers。Gogo Brothers 曾与全球殿堂级歌王迈克尔·杰克逊同台演出，在2006年英国 UK B-Boy Championship 中获得 locking 世界冠军，被公认为地表最强 locking 组合。就是 Gogo Brothers 还有那个 HB， 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这个星球上跳 locking 跳得最好的那一挂。有没有？还剩两位队长有锁定卡，这轮你们要使用勇闯指定特权。两位都要用。他每年想选一样的。两位，你们选择了相同的一组人 ，Gogo Brother。我也看过他们俩的视频和比赛，哇，跳舞的时候真的是挺帅的，也很舒服。我特别想要 Gogo Brothers 在我的街道，因为我正好想跟他们一起来研究一下他们的这个 balance。所以我想让 Gogo Brother。你们来转瓶子决定。这个可以反选了，这个选子龙，2016法国 WSD The World Street Dance Power Moves Battle 冠军，单手五圈 Airfly 世界纪录保持者。B-Boy George， 波子，肖杰，哇，肖杰 ，Ibuki，Dance at Light 总决赛 Freestyle 世界冠军，世界冠军收割机全能 Ace。AC 2018年 KOD Wacking 世界总冠军黄潇，Brandon 亮哥，三儿，电盟 ，MT Pop 被称为亚洲几何代表，曾获2018年加拿大国际赛冠军。我张艺兴那组。有点凶。下一组我们叫做自带气氛组，这也是我们的特殊盲盒。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编舞师。哦，他们是 Eleven， 哎呦，川岛文泰、坤和王润。四位非常厉害的编舞师，他们会带他们的团队起舞作品。奉献给大家，大家看完之后我们再进行选择。看演出，我们先有请川岛文泰。来了，看节目喽。大家好。啷个嘞？哎，我们是
Jimmy Unity。谢谢。All right, so open。文太，自分が文太、そして拍手お願いします。文太。